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，嗯，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。哎，得，我谢谢您，是不是？谢谢您吉言。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，嗯，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，有不懂的就扫听。三人同行必有我师，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嗯，没事就多敏敏，多学学。什么？敏而好学，学学。这个《西游记》里都有这话，知道吗？哪儿啊？《西游记》里没这个啊，没有这个。虽说咱们不同行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。哦，不同行。哎，都是搞艺术啊。哦，专业不一样。您也是演员吗？我何止演员，我艺术家。您艺术家好些日子了。是啊，著名大个京剧表演艺术家。还大个？对，跟他们不一样。哦，咱们这个儿大。是您叫？你不认识我？我真没见过。孤陋寡人呢，这是一个寡人呢。你买几斤报纸看看？干嘛论斤看报纸啊？都知道我呀。上面有您吗？名驰宇宙，晃动乾坤。嚯、哦！啊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。谁？超级玛丽。就是我。超级玛丽。就是。电子游戏。电子游戏干嘛？超级玛丽呀、啊，京剧艺术家呀，啊，我超级玛丽，打小自幼做科学徒啊，天天早上起来喊嗓子，哦，十载寒窗苦一样啊。是您下过功夫啊？我们学出来的。那怎么叫超级玛丽？超级玛丽呀、啊？怎么讲啊？唱京剧有一个马连良，有一个厉慧良，都是好角儿。我超过了他们两个人，啊、超级玛丽。这么个超级玛丽，对喽？什么毛病啊？这是赞赏你，认为你说的对。那您不至于拉这么长声儿。这是我们戏班的习气，都这样。认可你，对喽？哦，全是丹田气，这口气得出来。哦，得嚷出来。哎，戏班的规矩。对对对。哦，当然了，话又说回来，啊、咱比得了马连良吗？怎么样？比不了。还谦虚，比得了厉慧良吗？啊，比不了，客气，开玩笑，那是是，这是观众捧我哦，我自己知道我的艺术比他们还差着远。您太客气，人家是艺术家，咱们是小孩儿。哎呦呵，小的时候我天天上这两家必须要去，哦，去拜访人家去，到家学去。哎、咱们唱人给说哪儿对哪儿不对，那受过高人指教。天天晚上，厉慧良厉先生一散了戏，坐家等着我啊。我不去他急得跟什么似的，就想您不睡觉等着您，还没来呢啊，还没来呢，是我赶紧来了哦，呵，就等你了，来吧，是来两口，来两口，赶紧厉先生那儿坐着得听我的，您唱啊，咱们赶紧，哎、哦、呦，这是厉慧良，我在这儿啊，是您给厉先生带包子去了吧？没有，掉嗓子吗？掉嗓子，拿卖包子掉嗓子？你错了呀，京剧这个里边也有什么柳子签什么的、啊、打面缸这个牌子，是听这个听几句人就知道你哪儿发音有毛病，那也不能拿货声这嚷嚷了，你哪懂我们这个去啊？这赶紧啊，这给厉先生这儿忙活，你跟他完事了，是奔马连良马先生家，还上马先生那儿去啊？马先我不去，马先生睡不着觉，也等您呢、啊、怎么还没来啊？啊，到现在怎么还没来啊？啊、哦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或者嘴里都到现在这还没来啊？啊，我赶紧来了，是赶紧，快就等你了，又等您。马先生坐这儿，我站这儿啊。好、嗯、跟在厉先生家那不能一样啊。是吗？那当然，这样俩风格。哎，他、哦、您这对啊，对，马先生是回民的。哎啊，哎，你这啊啊，回民卖包子的，这管着吗？什么管着吗？ 这跟唱戏没有关系。还就是跟唱戏没关系、啊、我是你说的那跟唱戏没关系，你唱这跟戏没关系，知道吗？我是艺术家呀、啊、您是艺术家，就说那个年头跟马连良跟厉慧良学戏、啊、我次得了吗、哦、知道吗、啊、您还但是京剧界排挤我，这个京戏界也排挤你，心里不是滋味、啊啊、哎哎，你这好像话里还有话的似的、啊，这你有事说事，你说别的我告你就是。告谁呀、啊、你？现在还是被告呢、啊、你我郑重其事跟你说，版权的事我是原告。
提这提不上。我说我艺术家，你看这艺术家，你恨得慌是吧？不是恨得慌，您到哪儿说相声的毛病，看别人好，他生气。都排挤你，万恶你们都是吧？排挤你来了。人京剧他恨我呀？是吗？我唱的太好了，没招着他们。京剧界看我恨呐，啊，不让我唱，嗯，不让唱活该，嗯，哪儿不都能唱吗？哦、对不对？是。后来他们买通工商局的，把我那东西都给我没收了，知道吗？工商局的。你就说他们多狠吧，啊，那也烦不到那儿去啊。那谁知道人家手眼通天嘛，啊，城管的这都烦到了啊。好嘛，不让咱们干了，给摊儿都抄了。嗯，摊儿抄了，不是城管的来干嘛来呀、啊？服装道具嘛，我跟街上我正练嗓子呢。好，您瞧这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给我弄走了，弄走，活该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哦，处处不留爷，老子上铁路，知道吗？好嘛，您这话里也有话感觉。哪儿我都能干，不用我是你们的损失啊、嗯，知道吗？我自个儿唱的很好，我会的戏很多，是吗？但是我现在咱不干这行了，又干嘛？走自己的路，我想说谁我说谁去，我。您净说人家，对，怪不得人都挤着你呢，知道吗？净说人家。我的艺术我不能够在舞台上展现，其实说句良心的话，这是中国京剧的一大悲哀，是吗？对对对对，没关系啊，您比。不上别处唱没关系啊，今儿给我们这儿展示一下怎么样？啊？好。哎，这儿唱一出。你们都哪团的？您这房我能轻易的跟你一块儿唱吗？不是啊，我是京剧艺术家呀，我在这儿唱，我那乐队，我那个家伙，我那个衣裳，我那个布，我那个 T 都 T 不是装盔头那个 T 都没带着呀。装盔头的屉啊，都没带上，我怎么弄？不用啊，不用。您跟我合作，咱们俩唱一出，我也是为跟您学习呀、啊，主要是听您呢。哎，好啊，好好，这态度好、啊。这个话说的我爱听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态度就对喽。您这又赞赏我了，您好啊，主要是跟我学啊，听您的，我教给你，是吧？我倾囊而授。哎，好，我把我会的这些个我。不藏着不掖着，我打底下，我翻江倒海，我就哇！你就接着，我给你，知道吗？我别接着了，嗯，脏不脏啊？这个我接着，有多少我都倒给你多少啊！行了，我先教你李惠良的戏，李先生的。好，火烧望海楼我教给你。哎呦，这个名戏啊，艳阳楼我教给你。好，好，好，他的三侠五义最好。是，再教你铜网阵，咱们一出一出。铜网阵啊，饽饽阵是，龙梯阵。龙梯传线阵啊，哪有这戏啊、嗯、没，我先给你窝腿啊，窝腿，你把腿搁这上头，我坐上去、啊、哎，不行，这个啊，搁这坐折了，这个可乐吗？可乐啊，这不行啊，我跟你说我四十了，现在再耗腿晚了，知道吗？小什么呢？咱听小小唱腔，我跟你小文戏啊，文戏那小吧，来吧啊，行了，可以好吗？没问题，行，嗯，跟您学学戏，学戏合作唱一出。你多少你有一点这个小基础是吧？我当时就是爱好，就是你会唱不会唱呢？会那么几出，不多。我怎么办呢？反正咱们跳。啊，是啊，怎么办 啊？你就会几出怎么办呢？这个玩意儿是咱们挑出戏唱啊。挑戏得你挑。怎么？我不能挑。啊、马连良先生教导我。嗯、啊。让别人挑。哦。记整的挑。知道吗？嗯，破的自个儿留下啊，那底儿掉了就扔了是吗？怎么不能吃啊？什么还吃啊？啊，还是包子还是？不是挑戏吗？挑戏说戏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啊，来呀、啊，我挑啊。可不你挑呗，我挑来，唱一出二进宫，让人笑话。怎么了？咱们讲究一气儿得，二进锅这也完了，不是干这让人笑话。是吧？哦，跑气的那受不了是吗？什么呀？二进锅像话？你探讨京剧呢？说京戏呢？这出戏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唱就你好几万人唱这出戏，你哪那么些人呢？再换一出，换一出啊？嗯，空城计，小花脸戏，小花脸的戏，搞笑的戏，这我知道。哪有最搞笑？空城计吗？空城计呀、啊！空城看着挺满意，揭开呀，空的，空屁呀、啊！啊。空城屁吗？空锅跟那儿蒸半天。不是，空城屁吗？不是。空城计，空城屁干嘛呀？计呀、啊，哦，没意思。你这个是里边说里没什么，还有什么意思？这不好玩，这东西是吧？啊、你再换点别的，摘点你会的那个。我就会，黄鹤楼怎么样？黄的。
黄的，捡大了。不是捡大，许是两样面的。什么乱七八糟？不是，我是让你摘，我会的太多了。我那个戏，我过去我单有这么一个那个跟书似的，啊、都叠好了一折一折的、啊，上面每折都写着多少个戏。哦、我一共18个折啊。我狗不理啊，还是18个折？什么叫戏折子吗？你这老离不开包子，我听着。你这人呢，说实在，我也是很长时间不跟人合作，因为大伙知道啊，京剧界他们排挤我是吧？但是我您要到这样，您京剧界上这儿也得遭排挤，是吧？但是我知道我的艺术还是很好的啊！您不要听这外行瞎说啊！不是，虽然说我不在专业团体，但是我的艺术是没问题的。我在外边干的不错。你想啊，因为不光咱们一个人这，你看考虑，你说狗不理人怎么干呢？对吗？那西单庆丰人怎么干呢？对吗？这前车之鉴，这都是。您现在，您拿这比的可都是包子铺，隔行不隔理吗？是吧？什么隔行不隔理、啊？隔皮不隔馅的问题，这都是，知道吗？您这馅儿都露出来了，你有那么些废话干嘛你啊？什么废话？你唱不唱？好唱啊，来呀！咱就点一出黄鹤楼。就是你，就跟你唱出来，我真没信心。黄鹤楼。再一个，你这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跟你唱？这素的唱吗？没弄过素的，根本就。卖谁？哎呀，压根儿咱没来过素的，说良心话啊。没弄过素的，不割肉就是三鲜的，是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乱七八糟？讨厌你卖包子的吧你啊！你卖包子的，你往谁身上揽的这个？讨厌这个人，没弄过素的，说瞎话都说瞎话知道吗？谁说瞎话呀、啊？素身唱啊，行啊，来吧，那开始吧，你来多少？您这老是做买卖的口风，咱俩唱不了。不是，我这跟你说，你不会呀、啊，小宝贝儿啊！我不会，我也不能来多少啊！你上家学去行吗？你上我那儿去几趟？我上家跟你说，你上家去吧，上家去，来10趟，来10趟，给你贵宾卡打8折，以后，这样，还优惠是吗？去不去吧？我不去，我们那粥不要钱，啊，白喝，白喝也不去，吊嗓子渴了，喝点粥印场吗？喝点粥印场干嘛呀？啊，怎么？你到底会不会吧？您到底唱不唱？你这个讨厌，你知道吗？谁讨厌？跟艺术家就这样说话，你说半天戏，净说包子了，没说的戏什么？谁说的？开始来呀、啊！真是来，真怕谁呀、啊？反正到这份上了，是吧？我有什么可怕的？我黄鹤楼，来，那就黄鹤楼吧，好不好？那怕怎么？素身唱，好啊！你这就叫啊，逮着蛤蟆挤出腊八醋来，知道吗？这里还有佐料。废话，没醋干得了吗？这行？哎，我怎么听怎么像卖包子的？这个，您别废话啊！咱们大家唱啊！来吧，开始吧，我等不了了，快点吧！那个，把桌子往后搭一搭，还得搭桌子。分出前后排来，后边是后厨啊。哎。还有后厨啊？怎么？哪儿？怎么着？后边是后台。哦，说惯了啊，后台是吧？前面是前台。后再来点呗，别烫着。嗯。你火劲了，这个。好，来吧。哎，那个，这不是上场门哦，这不是下场门。是啊。哎，场面咱也没有，自己来。自个儿来啊，自个儿来。嚯！我上场，您打架。拿钱打架，我都咱俩。哎，您上场，我打架。好啊，一人多用。对呀、啊，了不起。是 是, 是。生旦净末丑，就是咱俩人。哎，就是、紧睁眼，慢睁口，薄皮大馅儿，肥而不腻，宁舍一顿饭，不舍二人转，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这？来吧，哪儿那么些废话、啊？一会儿咱出来怎么着？这咱得你先等会儿，别、啊、什么就出来呀、啊啊？谁出来呀、啊？不是，咱不得上场吗？一会儿是上场，分分角色。分好了 啊，还分角色？当然分角色。哦，行啊，你谁来掌柜的？干嘛呀？还是包子铺那点事儿？不是分呢、啊，就是谁负责分这个？分角色啊？对对，分、啊、负责分角色这个人，在我们的后台戏班叫掌柜的，都没听说，哪干过这个去？我是没干过这个。你说吧，我说我什么故事？什么故事？跟我说的一样吗？是林黛玉那个吗？哪有林黛玉呀、啊？这个林黛玉吗？打远处来匹大马，马上坐一员女将啊，鸟儿欢得胜国挂着枪，林黛玉吗？哪有林黛玉？你听人评书就这么说的。谁说的？嗯，不是，这三国戏。三国戏谁、哎、都是谁？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。刘备去了吗？刘备不去呀、啊。去吧，有包子吃。哪有包子吃啊？结果去没去吧？结果去了，对刘备就走了。我知道这故事，刘备就去了。啊，刘备去了，走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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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眼前出一蘑菇，刘备一蹦啊，把这蘑菇就吃了，刘备就长个了，还往前走。哎出一问号，出一问号，刘备一蹦，哎呀，是吧？还往前走，又有一个啊，一问号，一蹦，出一朵花儿。
吃完花，刘备一抬手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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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能打子弹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带刺儿的王八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别说了呗，行了行了啊。怎么了？您除了卖包子，就是超级玛丽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啊、您这是没有？有没有后边那个？没，前面那都没有。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？什么？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。不要这个了。带水战，刘备过江赴宴嘛。就这点是吧？就这一折。这创蘑菇有没有吧？还要不要吧？创蘑菇什么都没有。不要这个了。哎，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。改编本的，改编本的是吧？改编本。您那才算改编本啊。改编本行，就唱这个吧。这你着急，我真着急，我告诉你，嗯，谁着急呀、啊？这可了不得，讲戏讲这么半天，好好唱不唱？好，来吧，我都等过去了，快点吧，快点来。您先撂，您先撂也得撂，您先撂，这都没说好的，您唱什么呢？哦，还、啊、好、啊，对对对，这咱得分分角儿啊，这里头分包感觉，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。有事说事，别张这么大嘴，打小就怕尿罐子，我告诉你啊。嗨，这咱不带人身攻击的，行不行？我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我怎么着？快点。你来什么？哎，这还像话？哎，我来刘备啊，啊，刘备，刘备啊，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？也没事，您也翻翻《西游记》哈。不是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，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，知道吗？这个刘备啊，刘备刘玄德呀，您这。刘唐僧取经干嘛呀？刘玄德啊，什么身份？皇上啊！您这皇商啊，刘皇叔，刘皇叔。哎，我怎么着？我刘谁？哎，你还急死跟外行，我跟您说啊，着不了这急。照我那伙计，我早打他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伙计，什么事啊？您来诸葛亮行吗？我来朱的，来朱的是吗？怎么着？诸葛亮知道吗？啊，孔明啊，啊，孔明啊，诸葛亮啊，看吧，啊，啊，什么呀？行，可以，这我来吧，诸葛亮、孔明，我来俩，行了吧？啊，行，行不行？您还我急死，您急死我了，诸葛又要我亲命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怎么能这玩意儿？我您还有一擦汗的呢，我这都没有，知道吗？你不能跟我比，我告诉你，我这随身都得带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诸葛亮、孔明一个人，一个人，俩人吗？一个人、啊，又改一个人过继了。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？啊，诸葛父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字孔明。哦哦，一个人啊啊啊，然后呢？您再来，我怎么着？您来是诸葛亮，他乐意吗？啊？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？店把诸葛亮包了啊？什么特乐意不乐意啊？不是，我就来这个吧。那、啊、还是来这个啊？啊，那来吧，开始吧。还怎么着？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我再来个张飞，我感应张飞。不黄鹤楼吗？是黄鹤楼啊。这流沙河什么事啊？怎么还是西游记呀、啊？您这个张飞嘛，不流沙河吃人，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。不是那个？您说那是沙僧，不是一个人啊？这更俩人了，这是不是一个人哈、啊，不是一个人，你给我带沟里去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我那是沙和尚，你来谁？我来张飞，你来张飞，那我来沙和尚，谁来沙和尚到底啊？飞眼沙和尚啊，是怎么着？你说的，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，遇沙和尚干嘛？谁遇沙和尚了？谁也没遇沙和尚，那还唱什么呀？那个，嗨，哎呀，我真跟他抬不起这杠、个，你这没沙和尚，这戏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？那也能啊，谁说不能改良呗？什么改良啊？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，没有沙和尚啊？您来卤素，来碗素卤吧。我们这都给粥，来点芝麻酱没有？有青蒜吗？来点豆芽菜。这吃面的您这是？什么时候就乱七八糟？那不让卖这个啊？您这包子铺我知道，我怎么回事？怎么乱呢？卤素、卤子敬、卤大肚，这人嘴里都没准词，你们听见了吗？啊，我没准词儿 啊！卢子敬知道不知道？知道，鲁大夫。行行啊，大夫啊，啊，大夫，啊，大夫，大夫，官职大大夫。你谁大夫？你有病？你是怎么着、啊？不是怎么着？你着着急，气死我了！我告诉你，谁气死谁呀、啊？哎呦，真跟这外行着不了这急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么四个人，那怎么着呢？从哪开？五行山开？啊，好，您这要不啊？行了，来吧啊，刘备过江，
刘备过江，刘备过江开始，行，张飞闯帐就算结束，就这点啊，哎，唱个戏胡啊，那行，好不好？那我教教你呗，就是吧？啊，嗨，您就我跟您学学吧，你跟我学呗，是吧？啊、来吧，开始唱，来。怎么着？您有这劲儿，把桌子搭后头去，怎么样？搭桌子呢，多新鲜呢！哦，搭桌子呢，分出前后台来。桌子前面呢？前台啊。桌子后边呢？后台。我在后厨待着。啊。您先上前面来吧。怎么着？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。有买牌的是怎么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要什么？小座。小座是吧？啊，搬椅子。小座是吧？就这一把椅子。啊，就这一把椅子。那仨人坐哪儿呢？怎么还仨人呢？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，我拿醋碟去，你等着。嗨，拿醋碟干嘛呀？你这怎么回事？不是包子铺了，不是。哦嗨，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，知道吗？要咱这没法唱，尽量吧。什么尽量啊？这就开始了，归后台。哦，归后台，上后边去。哎，对。那你看，我得化化妆吧。啊，对对啊，我这演诸葛亮吧。你瞧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知道化妆，这也不错，专业的嘛。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，哈哈，知道化妆就不好，都常来各位啊，哎，各位常来啊，是干这个的，哎，对了，怎么着？开始啊？什么办法？您这多好，热情服务周到，童叟无欺，价格公道啊！行了，您这套就甭使了，嗯，第一次不来怨您，第二次不来怨我啊，嗯，行了，报道报道，开始啊，开始了啊。谢谢，嗯，谢谢各位，看见你们大伙儿，我打心里就痛快。是，掏句心窝子话，怎么着？今天都周五了，啊，这掏心窝子干嘛呀？这直接就周五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我轻易不告诉他们。嗨，这心窝子里搁的事儿太杂了。哎呀，楼上楼下啊，来了好几万人啊，哪有那么多呀？好几个姓万的人，嗯，嗨，都是捧您来的。没有，听相声来。不能啊，听相声听的是谁啊？于谦。那您看，没有没有，说得好，说学逗唱样样精通，不敢。人性也是忠厚老成，您瞧瞧，你信吗？啊，这不是这么回事啊，我信。瞧这大喘气劲儿的，我信，嗯，真好啊！你就捧我了。相声界您有一外号啊，小何云伟。哎，行了，别介绍了啊！这多有身份呢，这是有什么身份？我都没辈儿了，我都嗯，小何云伟，我还说的真好，实话实说。您这太客气，不是我捧您啊啊！我很羡慕你，羡慕我什么呀？有句常言说得好啊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哦，您这指的可全是低处，您这，啊，反正这意思吧，是吧？哪意思？人都得小好，那是，尤其干这行，啊，演艺圈，嗯，说相声的，是啊，名利二字，哪儿都这样，都愿意当这头钩的角，那多好啊，得够了刚风，是是是，这是行话，嗯。您就够了刚风了。那没有，您是这份儿，您捧了，不是捧您，您瞧瞧身份在这儿了，不敢当，真的，一年演多少场啊？演不少啊，挣钱，喝数，喝吃啊，大碗馄饨，哭嚓哭嚓，喝，我吃饭都哭嚓哭嚓的，我嘴松嘛，是吧？那太松了，这个噗呲噗呲，哎呦，那比这还松呢，这个啊。说这个意思吧，啊，人分三六九等，肉分五花三层，这哪儿有这么一句话呀？这老话嘛，这都老话，老话哪有人跟肉一块说的？人不也是肉的吗？不行，那是猪肉，那是是吧？嗯，猪肉，您够了刚疯了吗？是吧？我就是那猪肉啊，是怎么着？您拿我跟他一块说，别搅和，谁搅和了？是捧您几句，您客气了。演员分三六九等，嗯，好的像您这样的不敢。当然了啊，啊，您要说跟国际的影星比，嚯，还差点，差多了，那就别别扭啊，没有，别恨我，我干嘛恨你？小性儿，你知道吗？我这太小性儿了，不至于。我说的实话啊，说相声里边您算挣钱了，哎呀，谈不到。你跟大影星你比，你怎么比？比不了人家，是不是？嗯，人家吃的什么，穿的什么，戴的什么？什么呀？人家花的什么钱？
哦，大影星出来，好，你看这身衣裳，嗯，啊，圣西服的帽子，是吗？大影星，这个啊，圣保罗的褂子，对吗？嚯、哦，金利来的领带，嗯，金狐狸的裙子，啊，运动牌球鞋，啊，您说这男的女的这是？俩，一男一女，俩一块儿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咱们这小演员跟人怎么比？比不了。你穿得起名牌吗？名牌穿不起啊，人家大影星拿一个包、嗯、一万多，一个包一万多。是啊，那牌子叫 LV 的。嗯 ，LV 的呀。对啊 ，LV 的呀，是吗？啊，是啊，我以为嫌贵。哎呦喂！哎嗨，没听说吗？我有拿感叹词当牌子的吗？我也纳闷，我这，哎呦喂，这太形象了。没听说过 LV，LV 对。一个包一万多，那是哪儿说理去？就是、啊，咱们行吗？那真买不起，穿个褂子还算计了，是吗？我来个鳄鱼的吧，那就不错了。还比呢？鳄鱼脑袋冲哪边？啊、嗨，冲脖冲右。哦，鳄鱼这么大个是吧？嚯、哦，出去谁还能问？嗯，那壁虎的褂子哪儿买了？这嗨，哪有这牌子呀？比不了，穿假牌子都是。人家大影星，你看于老师这一天，人家吃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早晨起来，嗯，热热乎乎，羊杂碎，哦，知道吗？中午大腰子，嗯、晚上卤煮大肠，这我这一天够骚气的，我全是下水，合着。你就是为了遮着嘴里那味儿？哎，嚯！我这上下都颠倒了，我这个说这个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羡慕您啊！您这还羡慕呢？人家开宝马，开奔驰，好车呀、啊！咱们行吗？那是啊，咱三年前买个一箱的夏利啊，一箱的夏利，人跟机器谁做呀？这个就说这意思，小演员没法比，是有没法跟您比，有差距，都愁得慌，我也愁得慌，是吗？我也愿意做一国际的大明星。大腕多好啊！那倒是，那不得把我美死吗？是吧？都高兴啊！老不能成功。是啊，走着街上我长吁短叹，干嘛呀？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亦何如、哦？不能报国平天下、嗯，我是谁的丈夫？嗯、啊？哪有这么一诗啊？这是不是就唐诗吗？是吧？唐诗里边还有找媳妇儿，这里头就说这意思，我一种心情啊。啊，谁能帮助我呢？啊，谁能帮啊？着急，正着急呢，一过马路，哦，我瞧见你父亲们了。哎，您这别加门字行吗？我瞧见你父亲打那边那门里出来。哦，出门，老爷子，瞧见你父亲了。我爸爸，老爷子打洗头房出来。哎，您瞧去这个地方，精神破备啊，打那儿出来还能精神得了吗？哦，你很熟悉你爸爸。没听说过，我跟您合作时间长了，这是啊。你爸爸出来瞧见我很高兴啊。是啊，看我高兴。嚯、哦，我爸一高兴就这样，合着。我等会儿，老爷子、嗯，您挺好的。是。您没出去遛弯去？他说呢？啊？没听见？哦。您没遛弯去？啊，再说。我没遛。哦。我没遛。我没遛。你爸爸才没遛呢，这怎么说话呢？他就没说出那弯来，没说弯来。你说出来了。哦，我说行，我说我走了，别走。哦，脸色不对，我瞧出来了，表情不对。嗯，怎么回事，孩子？问问，有什么别扭事儿，跟老哥哥说说。哎，啊，你先等。拉平了是怎么着？你们是爷儿俩，知道？对呀、啊，你父亲名字叫于哥哥，怎么还那么嫩呢？还于哥哥，多大岁数了？就是于哥哥吗？没听说过，鸽子的鸽吗？是吧？啊，于哥哥嘛，是吧？也叫于哥哥。嗯，对。我还上南方溜一圈啊。这就是你父亲啊、嗯。跟老哥哥说说。小弟听越别扭。我说我呀，心里难受啊。我瞧人家都红的山崩地裂的。哦。到现在我默默无闻。是。我这辈子我找谁说理去？想不开、啊。老头乐了，那怕什么呀，孩子？哦。有我呢。我开导开导你。哎，那行。一句话你就明白了。点醒梦中。世上本来没有路。哦。走的人多了。嗯，有路也没用。哎，那就别走了，那就知道吗？啊，你得下苦功夫，这倒对，努力的学习是。
我一听对呀、啊，啊，我说您好好给我讲讲吧，啊，细说说。来，这儿有一酒吧，咱爷俩坐会儿吧。哦，聊聊去。迈步进来了，啊，往这儿一坐。哦，你爸爸坐那边，我坐这边。对着。服务生过来了，嗯，吃嘛去了？二位吃嘛？啊，老头看看，说吧，来瓶85年的 UFO 啊，没有 UFO 啊，那叫什么 XO？ 来瓶 XO， 对啊，来盘毛豆，来俩烤腰子啊。哎，这嗨，这是一套吗？这个，拿过红酒来。红酒有这盖儿吗？先推半瓶啊，啊，倒一杯给我，他来一杯，来吧，少爷，来，咱爷俩同归于尽啊！哎，这嗨，什么学问这都？我说我喝不下去啊！啊，您跟我说说吧，我怎么能出人头地？哎，您讲讲，我怎么能红遍天下？开开道。老头乐了啊，努力学习。你别细说说，我现在就后悔年轻的时候。是吗？我当初就是贪玩，哦，差400分没考上北大。对，嗨，压根儿别去就对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现在我很希望看到你们能够成功。那倒是，但是你要记住啊，尤其在演艺圈、文艺界，哦，想混出人样来可不容易，那是得下功夫。我点点头，老爷子，您说的对，哦，我有雄心壮志，那就好。我不下地狱，谁耐下谁下。哎，嗨。您不下，您就别把别人往外布了，知道吗？谁爱下谁下，我就管我。啊，您说我怎么能够出名？哎，说您说这个吧。老头乐了。嗯，要出名先出书。哦，要出书先出事儿。出事儿？我刚才差点出事儿。啊？洗头房外边过一警车，我以为逮我的呢。嗨、哎，你先不先丢人呢？这个不是说那么细干嘛呀？老头，识的人不是外人吧？不是外人就当然外人就说这个，就说我说您说吧，我怎么办？啊，努力呀、啊，努力是怎么努力？我说您老说努力，我们这行业多了啊。是啊，吹大弹拉唱。嗯、啊，我是来京剧啊，我是来音乐。哎，哪个行啊？我唱歌去，我跑汉船，我来什么呀？对、啊、是吧？嗯，那你说吧。啊，您喜欢什么？我说我什么都行。哦，要论身份档次，嗯，最好是搞音乐。哦，声乐。你看我这还两张票呢。是是，音乐厅高雅音乐会，乐器，咱爷俩听得见。哦、您给我出主意也好，爷俩奔音乐厅。哦，一进门，呵，什么呀？音乐厅啊，嗯、都穿西装打领带，那是高雅艺术。观众脖子洗的倍儿白啊，比如小分头，三七的、四六都有啊，太细了。您看，都坐着听音乐。哦，台上站一桌，拉小提琴。哦，提琴啊，坐着坐着吧。这儿我刚要咳嗽啊，你爸爸拦着我，嘘，不让咳嗽，这地儿不能闹唤。那倒是，听着吧，踏踏实实。台上这拉小提琴啊，嗯，听一个钟头，你爸爸站起来了。哦，那孙子还没锯开呢。哎，啊，当木匠那么看着是吗？大爷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哎，这赶紧走吧。为这个挨打一点都不冤，知道吗？是，根本就不懂。您上那儿干嘛去？老头说，我看不了这个。是啊，也不让起哄，不让嗑瓜子，不让拖鞋。哎呀，嗨，什么爱好？您这都是活不了，知道吗？这就活不了。咱出来是对的，刚才咳嗽、哦、我那痰都啐在前面那人后兜里边。这就好嘛，赶紧走，这得快走快走、嗯、一会儿挨打啊、嗯、是，我说大爷咱怎么办呢？啊，你不是教给我怎么出名吗？是啊，快教给我吧。您说说吧，你干脆还是拍片去吧。影视，拍个电视剧，拍个电影，那也红得快。那好，我说哪这么简单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听我的、啊、别拍商业片。哦，一定要拍艺术片。哦，拍什么艺术片呢？我说就是什么叫艺术片？对呀、啊，色戒。嗯、啊，哎呀，您先等一会儿吧。啊，色戒是艺术片呢，人体艺术嘛，是吧？那是您净看人体了，那是人体艺术片吗？啊，我说我也不认识导演呢。哦，我给你介绍，他认识。当初于谦拍三级片都我给介绍的。哎、啊，知道吗？我没拍过啊。我看过呀，我演三级片。对呀、啊，你演的吗？什么三级片？就上中下三级。啊、对。这叫三级片啊？你以为那个呢？你也配？快，你让你说的了，三级片我都不配了。你瞧你那个模样，怎么了？你撑死男九号的裸体。对，说这意思。我能给我介绍一导演吧？他认识吗？呵、哦，介绍一大导演。哦，某天某天要见个面。那好。咱得请人吃个饭，礼貌。打电话问问导演打算吃什么。他说呢，哎呀，导演很平易近人。是啊，这个人喜欢吃西餐。啊，那不错啊。人说了要吃点这个，嗯，兰州料理啊，要宽条的加肉，是吧？
不吃辣。您弄碗拉面，这是西餐吗？这个跟西北那边的餐吗？没听说过，还兰州料理这玩意儿。一见面惊着我了，是吗？这导演长得太导演了，怎么呢？好，一脸的胡子呀。是啊，撩开跟我说话。你好。哎呀，嗨，您碰上导演了，是京班啊？这是，脸跟西施似的，这全耷拉下来了，合着啊嗯，哎哎，叫嗨，行行，不撩看不见。这太好，这。夏天进不去苍蝇了，这个对，带一帘子出来啊！哎呀，我说导演，您太有品位了。哦哦，您是怎么这么有品位啊？啊，有没有秘诀呀、啊？这气质 啊！不行行，别人学这个，我说话嘛，嗯、啊，哪有什么秘诀呀、啊？哦，啊，勤奋嘛，我无非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喝啤酒上了。哎嗨，一样正经的都没有。嗯，赶紧赶紧给导演赶紧拉，快拉，是、啊、拉呀，吃。连抻带拉赶紧吃，嗯，吃饱饱了坐在这儿。哦，咱们这一电影好极了、嗯、我演什么呀？嗯，你男一号。嚯、哦、嚯，我这个戏份多吗？啊，一出场一枪就打死了。对啊，这么大戏我就露一回面。是啊，嗯，两面。怎么呢？后边上坟呢，还有你一相片呢。这好嘛，您这还不如这男九号裸替呢，知道吗？你的心态很肮脏。样子没有，您这样说讨厌你这人啊！完了，您这就演这个，我得问问他。我说咱们这摄像是哪位大师啊？是啊，今儿没来，干嘛去了？有一结婚的，给人弄婚庆去了。哎呀，好，这好得了，好不了这个。我一听啊，别玩人了，就是少钻人，骗子见多了。对，气坏了，我拿手一指的啊，我给你滚出去！哎，谁滚出去？说反了您，说错了。是啊。回到家来我很苦恼啊，难过了。为什么他们都红的都发紫了，紫的都跟酱豆腐似的了？好嘛，为什么到我这儿没有成功的道路呢？嗯，为什么我这儿通往成功的道路永远在施工啊？哎，对啊，您赶这地方不好，是不是我这个名字起的不好？我很着急，你说没有改名字，不改是吧、啊、不改我也得红啊，红想别的办法。哎呀，我想了一个，嗯，我觉得还不错的办法。您说说，你说我揭发名人去，是不是能红啊？揭发名人，这是新兴的一个出名的方法。怎么弄？谁有名就揭发，谁就骂他。哦，他不出名，这辈子别理他。是是，他出名，咱往死里骂他。您骂谁啊？他小时候这么不好，那么不好，都给他揭老底儿。哦，您感凭什么你好了我们就不好？我有一个小学同学，哦，现在很有名。是啊，杀人犯。嚯、哦，下礼拜要枪毙了。哎呀，我揭发他，我说他啊，那会儿随地吐痰。哎，您这招根本就不管用，知道吗？这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人都那枪毙了，您说人吐痰管什么用啊？多打他一枪，那没用，反正也死啊。哎呀，那我就找几个大作家，我告他们抄袭。哦，作家抄袭。哎呦，我就说他们写的东西都抄袭我的。哦，您的作品抄袭的太快了。是啊，我还没想出来，他们就抄袭完了。哎，啊、那就是你抄袭呢，知道吗？你没想出，人想出来了。要不然我就我就骂古人。骂古人骂谁呀、啊？我们现在好些个人都骂古代的人。哦，骂完人家就火了。那您准备？我说诸葛亮跳大神的。嗯、啊。我说李白跟李清照俩人啊搞同性恋。哎，李白、李清照一男一女会同性恋？俩人都姓李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这都姓李就是同性恋的？同性恋没听说过，好不好？不怎么样。哎呀，我换换别的招，实在没别的辙了。啊，要不我就自曝隐私，自个儿说自个儿，好不好？啊。要不说你是我私生女，你自曝隐私，你提我干嘛呀？要不要了命了吗？要不就说我整过容啊？这倒行，大影星一红，一说整容就红了啊！ 哦，记者们都松着啊，一天没别事儿，他整过容，我就说我整过容。您怎么整的容呢？我左脚有脚垫，我哎，这管用吗？不管用，您拿脚垫当整容这么干？你们不给人活路走是吧？啊、废话，您不举着脚出去？我现在就剩下拍写真集这一项了。现在您要拍写真，我拍点写真集，你说能红吗？怎么拍啊？啊，嗯，要想富先脱裤。哎呀，这思路是不错的。嗯、啊，你们支持我吧。谁支持？好，嗯，那咱们一块儿脱吧。谁呀、啊？你先看您脱吧。八一礼堂该澡堂子了。哎呀，嗨、哎，放水吧。啊，好啊，您先脱吧。我不能一气儿都脱了，还干嘛？我先光膀子。
啊，半身。哎，吃得好，咱们再来，对吧？谁吃这玩意儿？先来光膀子。哦，脱光膀，躺草地上。哦，我盖一毛巾被。好，趴着来张相片。哎，拍完洗好来大个的。哦，大伙儿你们看看，看我这个。看看。大伙儿一看，嚯，啊，这是陕西的华南虎吗？哎，这嗨。这什么拍成这样呢？倒霉倒霉，这毛巾被上面怎么的？虎皮纹的，这好嘛？你让人看错了是吧？有俩卖年画的，还憋着找我打官司呢。行了行了，干点别的、哎，这不得急死我们？还想别的？实在没辙，我呀，啊，我找我那老哥哥去吧。哎，别提老哥哥啊啊！我找你爸爸去。哎呀，怎么太嫩了？我听他都叫哥哥了吗？别哥哥了，您就说找爸爸去吧。啊，上家一找没有，没在。哦，赶紧上办公室吧。去办公室了，洗头房了。嗯，你看，我爸爸办公室搁洗头房了，透明吧？办公透明吧？是吧？有什么可透明的呀？那个老爷子出主意吧，活不了了。啊，我怎么能出名？是我怎么能糊弄跟酱豆腐似的？哎，想想吧，快出主意。啊，老头说我没有别的招了。啊，你就剩下一招了。什么呀？闹绯闻。哦，花边新闻。嘿，你只有这条，你才能红。怎么闹法？我说闹，这倒是个办法，我也喝得出去。哦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怎么弄啊？嗯，老头说你呀，包养女明星。嚯，您还要包养女明星？我一想罢了。哦，老爷子是掏心窝子的话，真当真的了。跟别人不说这个。是啊，我包谁？您说吧。武藤兰怎么样？您要包武藤兰，可以吗？行啊。啊，你说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是不是啊？啊。为什么有人实茬有人不实茬呢？啊，废话，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啊。不同意你们先来。谁先来？你们先包。人家死了你包什么呀？你看你们多狠，你看看你们啊。怎么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包国外的明星挑费高。是啊，你包一外国影星，你一个月你不挣3000块钱，你包得了人家吗？你得给买月票管早点是吧？废话，死了你算账有什么用？吃冰棍这都是挑费。我包国内的吧。国内包谁？翁美玲。这不也死了吗？是吗？啊，梅艳芳死了，阮玲玉，您越说越往前说了，这个这岁数当奶奶合适了，知道吗？你们都给弄死了。谁弄死了？就一个都没给我留啊。留什么呀？这都死了，不实在。你绝没有你父亲哥哥实在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什么辈儿啊？我父亲哥哥，你父亲老爷子实在。是啊，给我出一主意。哦，别包这成名的，那贵。哦，包影视学校的学生，这实惠吗？没毕业，条费小。哦，对吗？我呵，太好了，又认了。老头给我介绍一个啊，他知道，给你电话。哦，这姑娘很漂亮啊，哦，影视学校高材生。哦，叫诸葛山珍。这是影视学校的。听了半天，诸葛山珍啊，好像三侠剑有这个人物。哎，对，诸葛山珍，夏侯伤员嘛，是吧？啊，一贯里那都一替的，那都是。啊，打电话吧，问问，客客气气的啊。诸葛吗？啊，你好，啊，要跟你交朋友。哎，交朋友，他还挺痛快 啊， 啊。你好，你好，那个明天到学校门口来找我来吧。好，这行啊，希望你带点小礼物来。要礼物？哦，你说吧，要点什么？嗯，要点恒久远永流传的东西。啊，真敢开呀。好，挂了吧。啊，挂了。不去啊，买去啊，那就行了。哎，张了嘴了，给人买。那倒是，花多少钱不在乎，得见面去。带着，转天中午在影视学校。哦，到门口一看，哟，那些个好车呀。是啊，等着吧。嗯，一会儿到点了。嗯，里边当当当当当。嗯，钟响。对，啊，干嘛呀？下课了。哪学校现在还打钟下课呀？太落后了。铃。哎，这电铃。门一开，校长出来了。哦，指挥学生回家。是啊，后边学生们都出来了，一个个穿的都肉隐肉现的啊。哎，全是肉啊，这个都纷纷上车，这车那车都上车走了。嚯，哦，我等着吧。啊，诸葛山珍走回来了。这姑娘，我很兴奋啊。那是啊。哎呀，头回见。啊，你好，啊，山珍是吧？啊，我叫郭德纲。啊，你猜我是谁？嗨，哎，您这智商还包人家呢。我很喜欢你啊！你说直些，你愿意成为我下一个前女友吗？嗯，哎，您这富裕量打得还真大呀！您这不是说清楚，没说跟你过日子啊？哦哦，咱就这一劲儿啊！是是是，红之后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谁不认识谁？跟着我以后你就了不起了。怎么呢？你穿辣的裹辣的，吃辣的喝辣的。好，您给人送四川去是怎么着？啊，我能帮助你在艺术上提高。哎，说艺术，姑娘乐了啊！客官请自重，怎么呢？小女子只卖身不卖艺。哎，嚯！
这是影视学校出来的吗？这个我很尴尬，很尴尬。行了，您别废话了。嗯，我那礼物呢？哎，要这个，恒久远永流传。有，在这儿呢。恒久远永流传，给人家这瓶福尔马林都是你的。哎呀，嗨，是这个吗？这回去洗澡泡上，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烂了找我啊？没哪儿啊？福尔马林恒久远永流传防腐剂。防腐剂干嘛呀？啊，我们俩正说着呢。啊，来辆宝马汽车。哦，门一开，下了一小子，是油头粉面，穿着西装，这是直接过来了。啊。谁？怎么回事？嗯，谁跟我女朋友这说话呢？女朋友，这是他，这是他男朋友。哎呦，当时我很生气啊！你敢跟我抢人啊？嚯！莫非你吃了雄心豹肚吗？哎，豹肚啊，不怎么样。那词叫什么？雄心豹胆呢？对呀，你莫非吃了雄心豹胆吗？啊！你跟我来这套，人这是正经男朋友，你这叫井边打水，江边卖，孔夫子门前卖三字经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怎么弄这个啊？啊，这小子看我乐了，嗯、啊，别来这套、哦，你这样我见得多了啊。我来接他回家，正经朋友，好小子，胆儿太大了啊！啊啊有朋自远方来，不够你嘚瑟的。什么乱七八糟？嗯，哪有这话呀？我今天跟你拼了。嚯，没想到人没理我啊！一来这姑娘开门上车，开宝马走了。哦。追你，你还要追人家？发动我的车后边追你，今天跟你飙车。哦，还追我怼上你，咱谁也别活呀！玩命！大马路上，哎呦喂，他在前面，我在后边，你行吗？抓抓，汽车都躲我们俩。嚯！我这车装着 GPS 卫星定位的，那好一点，不断提醒我前方100米左拐。嚯！前方100米右拐，真不错。前方有红绿灯。嗯嗯嗯。灯。嗯。灯。啊。孙子，快点灯。嗯。啊哈！您自行车上装这么一玩意儿干嘛呀？多闹得慌啊！这个道上不闷得慌、嗯、嗨，您净顾不闷得慌，您怎么追人家？我看着他在夕阳中绝尘而去。是得走，不是我的引擎不好，那是脚蹬子掉了。嗨，这蹬飞了，这车不要紧的啊，一计不成又生二计，还有招，我还有高人指点我呢。干嘛？找你爸爸去。又找他呀？老头给我出一主意吧。你瞧瞧，到家门口一瞧啊，没有人、啊、怎么奔办公室吧。嗯，洗头房那贴一条，干嘛？有找我的，15天以后来。干嘛15天呢？警察逮走了。去你的吧！人越来越多，哎，我看着我打心里我痛快呢，高兴，高兴啊！人多说明对艺术好啊，那喜欢相声，爱听这个，对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衷心希望大家多听。多支持、嗯、对，我不是虚的啊，我是发自内心实在话，我整个我把胃口我都翻过来，我热热乎乎的这种感觉。哎呀呀呀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您心情挺好，但是听得有点恶心、嗯、我这个意思你能懂吗？大概懂了、嗯、哎，我希望大家多听相声、嗯、是多听相声有好处，是肯定的，虽然说咱不是一个行道的 啊，但是我也支持你们。您不是相声演员啊？我说您呢不是说相声的。你不带糟践人的。哎，这怎么叫糟践人呢？这个我是我确实是艺术家是不假啊，但我怎么能说相声？您先站稳当了啊，就您这模样还不如说相声的呢，知道吗？我是艺术家。艺术家可以，您哎呀，你哪儿说理去，我都艺术家。这艺术家怎么抹不丢的呀？这个什么艺术家呀？啊，怎么您搞什么的呀？你不认识我啊？不清楚。我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、啊、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谁给你鼓掌了？这三楼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哪有三楼啊？这里，这胡看吗？这不是唱京剧的啊？唱京剧的，唱京剧的。对喽，干嘛吆喝呢？是怎么着？您这京剧啊？京剧我知道，不知道您？你不认识我？没听说过。完了，你算糟践了，知道吗？怎么我就糟践了？你不看报啊？报上有您吗？你看，你买几斤报看看去。我论斤看报纸啊，好多报纸都有我的相片登着您呢，我的剧照往那一站啊、哦、嗯，这不还是吆喝呢吗？这个我听您刚才那音儿有点像姿势啊。什么姿势？京剧嘛，是吧？啊，
姿势嘛哈。京剧有这姿势？你管呢、啊？你不认识我？是不认识？不认识我，我在京剧界身份比较高。哦，你不了解？我真不知道，您介绍一下可以？我是傅连城的，老戏班啊。嗯嗯。怎么了？您傅连城的吗？傅连城啊，是京剧史上不得不提的科班。对，马连良，对，谭富英，裘盛戎，是都是这儿出来的。对，净出角了，净出好角。对，每一科都排字儿，是喜、连、傅、盛、世、元、运，还真不错啊。对，后边末一科是庆字的。啊，但那会儿就到解放初期了，哎，都知道就不干了。哦，其实没有啊，我们转入了地下活动。傅连城也转地下了，对喽，又来了，你这，我老听您这跟卖包子那没什么区别，我告诉你，绝不可能，是吗？不能啊。哦，喜连傅盛，我们这字儿都延续下来了。我是年字科的。哦，年字科的最后一科，哎，年字的啊，您叫年糕。年糕，年糕，我哈哈，我姓郭，郭年糕。哎，郭年糕，对喽。哎呀，行，别使这个了，就是我啊。是，我们科班里每年都年终评奖。哦，根据你那分评打分。哎，打多少分？你第几？都把它标在名字前边。是，比如马连良第四啊，啊，四马连良，四马连良。哎，裘盛戎第七，嗯，七裘盛戎，按字儿。我总是第一，您呢？一锅年糕，哎，一锅年糕啊！啊，对喽！哎，这还行了，这一会儿这么吃包子都进来了。哎，就是我，啊，很少到北方来活动，不在北方，我流窜在江南一带。流窜呐？流干嘛？您做什么案了？这是流窜演出吗？没，巡回演出，久战江南，少来华北。哦，老在南边，南边上海。哦，我根据地。哦，上海、江浙一带，嚯、哦，无锡，嘿，啊，芜湖，哦，我净跟那边，我在芜湖，我在芜湖那儿，哦，我您这就快芜湖了是吧？芜湖演出嘛，芜湖那叫芜湖，对，净跟那儿，哦，很少到这边来，北方，嗯，很少过来，哦、啊，也来过，什么时候来过？前几年来过，嗯，我到北京来，看望我的师叔，师叔，我有师叔，是住在北京。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，有地名叫胡岭儿。啊，合着您师叔也是卖粽子的？讨厌啊！我师叔跟我师傅亲师兄弟，我知道亲师兄弟。我替我师傅到北方来拜访他，拜访老人家。哦，啊，我很少演出，哦、几乎就不演。虽然说我的艺术很高啊，当初你们北京这儿有一个著名的演员叫就是，嗯，你看。梅兰芳先生的公子啊，梅九宝，梅宝九，哦，对喽，哎呀，行了，您别是用这吆喝，他就夸过我哦，唱的真好，是软滑香糯，嗯、啊，有浓郁的江米气息，合着您就是那粽子，还甭提您叔了啊啊，我到这边来，啊，我演出我不为演出，哦，你都赶寸了。是来的时候说的挺好，我去探亲，拜访我的师叔。是上海这些大老板，站在码头上哭得跟什么似的。干嘛呀？哎呀，年糕老板。对，您不能走啊。对，这年糕可不是认这个师叔。啊、不能走啊，您啊。嗯。那个，我们欣赏您烫手的年派艺术。啊啊！刚出锅是吗？您什么时候回来？再一个，这快到五月节了，是吧？哎，对，接着卖嘛。这么些客户，您得回来。嗯、我说，我就看看老人家，看看就回来。嗯啊，盼着您回来吧，等着您。再见了。哎呦，这是，哦，这是到乡村的老板，您好啊。哎呦呵，这五芳斋的啊，您怎么全是点心铺的呀？这个都送您、啊、朋友嘛，交朋友嘛，是吧？嗯、哦，我偷偷摸摸上北京来的。哦、北京这个媒体太厉害了，那当然太厉害，我这么躲着他们啊，我偷偷摸摸的啊，哦，结果他们还知道了，还找着您了，找着我，报纸见了，怎么说？食品卫生报登头版啊，嗨，怎么食品卫生报登您呢？啊、写着呢、啊，一锅年糕昨日抵京，嗯，哎，对，往北京送货来了啊，您北京这
观众们啊，热情啊，是啊，找我让我唱，我没功夫，不唱，没功夫，没有时间，我是探亲来的，嗯，这帮人不干呢，啊，好些个观众上工商局那儿静坐去，啊，嗨，上工商局静坐去，谁知道呢？然后文化部门也找我来了，啊，唱吧，哦，唱吧，年糕老板，劝您，咱们北京人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年糕，啊，北京人都没吃过年糕，不唱不行啊，知道吗？嗯，地儿您挑，是，您说。你说隆福寺，你说牛街那儿啊，干嘛赶小事儿呢？您这儿啊，您说我那不行啊，那绝不行。怎么？你隆福寺那儿不出货，知道吗？啊，对，牛街那儿沙子土都大啊，露天的，啊，爆腾完没法吃，知道吗？还是年糕？不是，爆腾完了，脸上化的妆都是沙子。哦，脸上都是沙子。怎么弄？我说我就不唱了。嗯 啊，我师叔也劝我。嗯，孩子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嗯，人这么些人来求你，对，让你唱是唱吧。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什么词儿啊？有这么劝你的吗？我说是，我说您说这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真听了？也唱了这么些年，没人跟咱客气过是吧？哎，对，不吃客气。哪儿唱啊？啊，长安，长安大戏院。呵，我问了问，我说行吗？这地儿啊，跟我这身份相符吗？太好了，可以啊，太好了，长安大戏院。对呀，贴吧，嗯，啊，贴吧吧，江南第一京剧名家。哦，一锅年糕啊，只演一场。哦，票价1000，哎呦，不分前后排，一样的价，前后排都是1000块钱，票价1000，嗯，白糖奉送，对，啊，怎么还送糖啊？这观众喝水啊，给捏点糖上，喝水，啊，不为吃年糕，讨厌，不是，不要拿京剧艺术家开玩笑啊，没有，这您自己说的，再说这我拽你脸上，哎，你再烫着我，啊，眉毛都给你弄下来啊，哎，好嘛，鞋啊，广告牌出了。哦，北京城轰动了，都知道了，了不得啦！长安那儿卖年糕啦，好，长安卖年糕了。我每天我忙我的啊，我拜客是，我出去逛街去。我那天我走到那长安那小羊，嗯，我那细豹子哪儿去了？豹子贴着呢，贴的好好的啊。谁给团了？这是哟，扔下来了。没错，这是我的。怎么？照片有我啊？那攥着刀吗？这不是？哎，还切呢？是怎么着？嗯，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说好了，怎么不让我唱了？哦，我找他们去。我这火腾腾到这儿了啊，就找他们去。我火都到这儿了。是啊，啊，噔噔噔，上楼问问他，推开经理这门。嗯，嗨，怎么回事？嗯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的。怎么回事？不说让我演吗？嗯，怎么让演了？哎，话是拦路虎，衣服是渗人的毛啊。是啊，经理觉得不好意思。哦，出去。哎，这是不好意思吗？这个。叮叮叮，进来。哎，这回客气多了。嗯，打扰一下啊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太莽撞了。哎呀，门带着。哎，瞧这是小李。嗯，你这说好让我唱，怎么不让唱了呢？嗯，怎么把我让撕了呢？啊，瞧这对付劲儿。嗯，接的上面电话。哦啊，让演点高雅的东西。哦，我们已经接了高跷了。高跷，高跷比我这高雅。长安大戏院台上踩高跷啊，你踩的都是大窟窿，你知道吗？你管人家呢？搁着你的，放着我的。怎么了？好啊，好，不就是这儿不让吗？是，哪儿都一样卖，哦，知道吗？哪儿都能卖，换地方不是你这儿。哦，气得我呀，我这火腾腾的到这儿了。是，欺负人呢。嗯，你不识货呀。哦，人民行不行？哪儿？人民剧场，人民剧场唱京剧的窝子，同样好啊，好角都跟那儿。对，我也一样啊。您上那儿，那儿唱去。人民剧场谈妥了，这儿唱。哦，好，那儿吧，这儿一样。嗯，就是那天，哦，我跟高跷打对台戏。哎，这嗨，这也不光彩。写上，嗯，啊，一锅年糕，挪到人民剧场这儿卖来了。哎，对，啊，换地方了。嗯，票价1000，不分前后排。哦，哎，白糖奉送。哎，这别提这糖了啊。消息传出来，啊。全中国都轰动了。哦，又都知道了。北京戏迷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那守着近呢，买票，嗯，去呼啦超一下都奔剧场了，全来了。外地也知道了。嗯，天津的戏迷哗呀全来了，爱京戏啊。河北的戏迷，嗯，把房都卖了。是啊，地也卖了哟，背着包袱骑着驴奔北京。好嘛，这不过了。看年糕，嗯，啊，为了年糕啊，容易吗？是，山东的戏迷也来了呀，山西的也来了，呵，上海的急坏了。嗯，你先说回来没回来，
咱们看看他去吧。怎么看？轮船、飞机、火车都满了。嗯，把家里那个洗澡的木盆扔到黄浦江里边。哦，弄两根擀面棍，划着就来了。嚯，真下本。武汉，嗯，武汉为了我，火车每天不停溜，全转一个火车，俩火车头。哦，前面一个拉的，后面一推的，往北京送人。48节往北京送人。哎呀，一个礼拜武汉变真空的了。嗯，没人了，没人了。哎呦，啊，西安。西安的戏迷为了看我，大伙儿凑钱买大炮，干嘛用？啊，买大炮，一人屁股底下搁一铁锅，嗯，坐着炮口一顿，砰，这事儿都打着北京来了。嘿呀，谁出的主意？这都是整个北京城，你说什么酒店，嗯，什么宾馆，嗯，招待所，哎呀，地下室、小旅馆，嗯，连洗头房都住满了，啊，全满了。哇，了不得！龙行一步，破草张恩呢，全是人呢。整个大街上小帐篷一个接一个的，哎呀，马路牙座都人，披着毛巾被啊，跟逃难的似的。是是，就为了我啊，您。为了这锅年糕，哎，瞧这馋的，我真痛快，我真痛快啊！哦，捧我，这是捧您，我师叔也高兴啊。嗯，多少年不见了，对，多少年不见了，这场面，啊，我跟你师傅当初我们老哥俩，啊，我们合伙一块干，也没那么活过。那可不是吗？现如今，但是一锅年糕就火成这样了 啊， 啊！好，咱们这个年派艺术振兴有望啊！年派，好好干。嗯，老头准备了很多吃的喝的，干嘛用？小药品。上街上慰问我的观众哦，看人去。哎呀，谢谢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哎呀，哦，哪儿来的？是山东。哎呀，谢谢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哟，或者您这岁数不小了。哎呀，谢谢您，谢谢。给端水，给端水。哦，还喝点水。你这咳嗽啊，咳嗽不行，嗯，给拿药。拿药，还预备药了？哎，拿药拿药，啊，吃点药，吃点吃点，嗯，别冻着啊，别冻着。嗯，小伙子过来了，大爷，有创可贴吗？哦，有啊，孩子。啊，干嘛用啊？是我妈吐血了。哎，嚯！不管用，拿回来那不管用啊！对，啊，再把创可贴冲跑了啊！哎，对，怎么回事？着急呀，啊！哦，着急呀，啊！看不见年糕啊！嗯，我妈为这年糕都快急坏了，好，急得直吐血。哎呀，老嫂子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是是，再坚持坚持，马上就能看见年糕了啊！哎，对，您得有70多了啊！嗯，注意身体啊！捧，嗯，真高兴，好，真高兴啊！整个人民剧场票都卖满了，全空了，满了，嗯，高兴。这天从早上起来。嗯，你算吧，早晨8点啊，园子里边牙牙叉叉都坐满了。早晨起来，上午10点，呼啦超又来600人。哟，看看年糕，怎么看？没见过年糕。哎呀，这得看，经理眼泪都下来了。嗯，没地儿了，啊，都坐满了。那站票也看，站着看，嚯，站着看也得看年糕。嗯，站着站吧，1000块钱一位，还是1000，站着也1000。哎呦，那也看，都进来了。查得严严实实的，全站着。刚站好又来了，嗯，又来400来位，干嘛？看看戏，还看？没地儿了。是啊，蹲票。蹲着，往哪儿蹲呢？俩人站着，上面肩膀挨上了。对呀，啊，底下有一库啊，嗯，俩肩膀底下蹲一个，嗯，俩肩膀底下蹲一个，就这空当，就这空当。哦，1000块钱，不落价，不落价，还1000，蹲吧。哦，蹲满了。又来1400多人，嚯！看戏干嘛？看锅年糕怎么办？没地儿了，蹲都蹲满了。是啊，趴票，趴票，顺着最后一排，嗯，趴下去，往前匍匐前进。他不拎着爆破桶过来是吗？没有，1000块钱哦，还1000，趴，往里来，往里爬，坐着的不干呢。是啊，哎，全趴人脚底下了，这个脚我搁哪儿啊？搁我脑袋上。哎呀，真能对付。哎，讨厌。嗯，脚踩着脑袋。是，哎，老贾跟您说一下，干嘛？待会儿那个开戏了，您抬一下脚，干嘛呀？我叫声好。哎呀，还叫好呢，这个开戏时这真听话 啊！开戏了啊，好，哎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踩去了，好，给踩回去了。太捧我了啊！太捧我，高兴啊！都爱听，真高兴。百姓们是真懂艺术啊！对，真支持我呀！啊，是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唱啊？您得好好唱啊！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艺术，我好好的给大伙唱啊！先紧裤腰带，您这艺术家嘛啊！啊，下午4点半是又来人了，干嘛？又来24个人，这24个人带着刀来的，干嘛呀？干嘛要切着卖呀？那年糕切一块给我。看戏，看戏带刀干嘛？不让看就自杀，知道吗？人就不活了。人家说了，让进不让进吧。啊啊！你要不让进，二话没有，咔嚓一下子，让你看看什么馅儿的。哎，这嗨，好嘛，来4个粽子，这个啊，
那经理急得跟什么似的啊，骂这些业务员，嗯，平时让你卖票卖不出去，到今天人家年糕来了，看见了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啊啊，怎么办呢？剧场跟我商量，我说那怎么弄这玩意儿？想主意吧。24人没地儿了 啊，实在没辙了。我一抬头啊，嗯，人民剧场有8个电扇，电扇有什么关系？大吊扇啊，一个吊扇3个印儿，啊，一个印儿拴一个，3×8=24，把这24位就能吊起来了啊！吊着看呢，看吗？看，这也看，看看好，吊着1200。干嘛还多出200来？200块钱绳子钱啊！好，这不吃亏。搭梯子，嗯，全吊上了。呵，吊上之后有乐意的，有不乐意的。干嘛还有不乐意的？我们都花1200，凭什么他看台，啊，我们看后边？哎，对，这俩扇叶冲后嘛。我给出一主意啊，把电扇开开。啊？开开？让它转，别太快啊！啊，3速就行。最慢那档。哎，三儿倒班看。哼，这主意太损了，底下的观众也满意啊。京剧带空中飞人，哎呀，这没见过。待会儿散戏，这24人别走啊。啊，我给块匾，怎么写？24孝。哎呀，不挨着。我告诉你，那天咱戏码也好。什么戏？就那天咱的戏啊。啊，头一出。谁？我不是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您说说。这个演员叫张建国。呵，这太知道了。嗯，张建国，西派老生啊。别捧，别捧，行吗？啊，太好了。西派啊，最早他们介绍的我是不行，啊，我不喜欢。为什么？西派太稀的不成个儿。哎，哎，对了，哎，江米少了这个。他们跟我介绍了，啊，用严兴鹏，我一听就急了。严派啊，你这走走走，怎么了？咱们这行跟严没关系，啊，对，糖都送了嘛，你想想，啊，没关系，啊。西派吧，西派吧，啊，什么戏啊？是写个写下来。什么戏？写戏码我看看。啊，我一瞧，行。什么？坐楼杀鸡。对。啊，我痛快。哎，等会儿，坐楼杀鸡呀，啊！您再弄一身血，不是《水浒》的故事吗？坐楼杀鸡啊，还那么稀啊？没有稀了，稀的不成个吗？不是，坐楼阎婆惜，坐楼杀鸡。头一出是大，是啊。二一出了不得了啊！于魁智，哦，孟广禄，哟，赵秀君，全是角儿。呵，仨人的大探二。哦，好，头一行吧，这戏大探二啊，好好。头一出啊，大宝阁，哎，啊。我认为这个好富，他贴切，你知道吗？贴切。大宝阁吐酸水不吐他们，啊，摔心里难受是吧？什么呀？大宝国知道吗？大宝国啊，啊，大宝国探黄陵嘛，二进宫啊，对，二进锅嘛，对，二进锅呀，怎么着？进锅不进锅？干嘛头一屉没熟是怎么着？不是怎么着？大堂二吗？二进宫，二进宫啊，对对。头里是他啊，三一出就是我的了。是啊，啊，名震江南，少来华北。呵，京剧大个的表演艺术家，还大个的，软滑香糯，枣香扑鼻的艺术家啊，有浓郁江米风格的艺术家。您先甭捧了，一锅年糕，我的戏。是您什么戏？我拿手的剧目。好，什么戏？霍麦与石匠。大伙儿爱听，我就爱唱。是摘我最拿手的哪出？我来简简单单的，这算我对不起各位。是什么戏？嘿，好啊。哪出啊？嘿。喂，什么戏？挑一出我自己拿手的吧。啊，那叫什么？这时候戏无论谁一听，谁都得夸好，知道吗？好，哼，您先等会儿再吆喝得了。哪出戏？我这问半天了。拿手的是哪出？嘿，哼，咱就说这个意思啊。说什么意思？哼。不是什么戏呀，啊，我一想啊，这个我一定要拿手的戏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对，嗯，什么戏？嗯，哪出戏啊？你管着吗？哎，什么叫管着吗？你管着吗？问问啊，我跟你过这个吗？抬杠小能呢，你这是？这有什么过不过？您唱不唱啊？挤兑我？我干嘛挤兑您呢？您唱不唱？那天唱什么戏呀，啊？是啊，可说是呢。什么叫可说是啊？哪出戏呀，啊？嗯，你看你这是嘴边挂着呢。是啊，您想想。嗯，你先下去。哪儿？你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？什么戏啊？有一主角吗？对，窦尔根。窦尔根？窦尔根吗？你掐三影不掐呀？掐三影干嘛？干嘛斗蛐蛐呢？是怎么着？连环套。什么去呢？连环套，
这仨字全走小字眼啊，没有这么说的，知道吗？你们外行怎么说这个？什么外行啊？您怎么说？内行也没有这么说，连环套，哎，都得走大折，知道吗？ 你偷看我剧本了，我偷看你剧本，你偷看我剧本了，我呀，这么文学性强的词你也背下来？就这仨字连什么？连环干嘛不知道啊？你我看你说对不对？说连环套。对了。什么对、啊？给你100分，100分啊！谁跟你答题呢？这连环套是啊，我的拿手的哦。我来大花脸，是我来豆儿豆儿蹲，豆儿蹲，对，豆儿蹲都看过吧？啊，盗御马的是啊，偷皇上家那匹马。哎，大花脸，对，我画脸呢，勾脸，我抹呀。是，你看过那脸谱吗？当然看过，他们都什么样的？蓝脸豆儿蹲，错。啊，错，都这样，他们都蓝脸。对呀、啊，咱们不是，您呢？咱们是黑白的。黑白这块，这一块啊，这块是白的哦，底下这块也是白的啊，当件这块是黑的，当件这层是豆馅是吧？有这么画脸谱的吗？人太次，太次。废话，您跟人都不一样。我支上镜子，我画呀啊，我这点红点呢，当件。哎，对，有豆子没那皮儿啊，知道吗？正画着呢，嗯、一推门进来一个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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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辛苦。我也是唱京剧的啊！哦，我拜访一下哪位年糕？哪位是年糕？哦，年糕在哪儿了？嗯，有人说了，那个坐炉子边那是。哎，对，这要货来了，过来了，辛苦辛苦，我赶紧站起来了。嗯，哦，怎么着？你也唱戏的？是，我也是唱京剧的啊。哪位？我叫尚长荣。呼，尚先生，尚长荣啊，有这么一位吗？哎，那多新鲜呢，这是艺术家。哦。我没瞧见过他跟我们这行里边啊啊，没见过他，你什么事儿吧？是，您经常在南方唱，嗯，少来这边。我呢也是唱京剧的哦啊，您要是今天唱这，以后我就没饭了哟。您把这活儿赏给我吧。他唱，行了，别扣嘴了。琢磨这事儿，嗯、啊，他要来这活儿，你说我让给他不让给他？这废话，您得让人家唱啊。你来这个啊？你来多少？嗯、啊，你来多少？干嘛要货呀？是怎么着？人不跟你商量分量。行行，你唱这个吧，你唱这个吧，啊、你来，我来别的。嗯、啊，连环套里边人多着呢。再挑一角啊，倒御马连环套对吗？插高，插刀倒钩对吗、啊？我来那御马，啊，我来那马，嘿，这还我来这个，行，我背着人跑，我来这个，背谁跑啊？啊，您得来去吗？行啊，还是的，嗯，拦得住我，黄天吧，来吧，画呀，嗯，把这黑白的这都洗去。哎，早就不应该勾，这、哎、弄好了，化上妆，嗯。头里边上长龙出场哦，我扒开脸我看是，完了，怎么了？不对，不对，没学过呀。人家豆耳朵一出，那个姿势 啊，跟咱就不一样，是，人家不卖切糕，人家这样，知道吗？嗯，等着我一出场，掌声雷动。是啊，我那天嗓子也好，是嗓子痛快，我也不知您吃什么馅儿的，这嗓子真好。假的，您这老跟馅儿有关系。就我那一句唱。啊、响彻云霄，怎么唱的？绕年三日，哎、绕年三日，绕梁三日，绕梁三日。哦，啊，好，怎么唱？来一句，来这什么词来着？啊，保镖，宝马，啊，宝马镖，宝马，大保镖，说相声，大保镖，保镖路过马栏关，对，对，就这句，保镖路过马栏关，是，就这一嗓子冲出去之后，轰动了整个华北地区啊，那么大声，观众都没意思了。您来来，我那天怎么唱，我今儿怎么唱啊？哎，给小一个，我给大伙学这句啊，来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！好好好好，保镖路过马栏关，我还化妆去，我先化妆，要、啊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哎，我抹去，不用呢，带俩豆过来啊，不行，好听啊，来。就这味儿啊！一老气儿，整个剧场哇，这鼓掌啊，骂街呀、啊！哎，对、啊，没法骂的街就退票去了。是啊，活该！怎么？你们不懂艺术？是啊，真有24位没走，爱看吊着下不来了。